曾伯恩，欢迎来到岩上王世坚。这个是王世坚这一辈子啊，对台湾经济唯一的贡献。但今天的阵容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，各位看一看这个阵容：黄靖莹、谢龙介，哇塞！等一下又有王世坚，哎，明正，这就是进议会的感觉哦。可是我看到也混一些脏东西进来了，对不对？像凯莉啊、栗子啊，哇靠！这还是岩上影片，还是东南亚诈骗？不等下会被活摘器官吗？难怪柯文哲要出来。黄靖莹，各位看他这身服装，你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？你们搞错场合啊！今天是岩上的，并不是柯府与王府的婚礼耶。你是不是没有料到我会邀请你来？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这句应该要改肯定句。学姐就是没有料到我会想要邀请她来。学姐，我其实很好奇，你是本来就这么漂亮吗？还是只要放在柯文哲旁边够久，任何人都会变正？我是不是把靖瑶王放在柯文哲旁边，一年我也会想干他？各位各位各位，靖瑶王跟栗子来到现场了。哦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邀请他们俩。一个政治场合，拜托，一个精神病，一个坐过牢，你早就被褫夺公权了吧？你们有办法投票吗？有办法吗？你有行为能力吗？有啦，有啊。OK， 之前学姐的财产申报说她是负七万，可是靖瑶王更惨，银行不让她开户。而且栗子今天真的是，她长得像布鲁克林出来的女同志。唯一的差别是，那边随便一个单亲妈妈都比你会饶舌。今天真的非常期待凯莉的表现，因为凯莉是一个非常有职业道德的喜剧演员，她每次上台前都会喝个烂醉，然后把小抄写在手上。今天有没有？今天有哎，看真的有，我靠！你看，她果然一辈子只能靠写手。靠写手就算了，其实小事啊，我真正受不了的是怪写手。每次凯莉讲话不好笑，也就是每次凯莉讲话，她就会开始他们讲说，哦，这条好烂啊，这谁谁谁写的，反正东扯西扯，东怪西怪，她都不用检讨了，难怪别人以为你民进党。凯莉，对写手好一点，不然哪一天他出来冲康你，你还要拍道歉影片，还要假哭，很麻烦。吴征，我真的讲不出他做过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讲不出来，我只讲得出他做没有做到的事情。他大学没有念完，他选举选不上，他连赖廷瑜也没有留住。大家都知道吗？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，吴征是赖廷瑜的前男友，也就是曾文权表哥嘛。你们三个人为什么只有赖廷瑜加入民进党？明明吴征才是最绿的。你的鼻子到底为什么那么高啊？是因为一直被民进党牵着鼻子走啊？妈的，一事无成，大学没念完，研究所没念完，抄论文有这么难吗？